那我们平常开台呢，虽然表定是八点啊，但可能差不多通常都会拖了一下，因为煮饭煮比较久，结果可能平常煮饭，然后也要休息一下，吃完饭也不会马上开台，然后休息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差不多可能吃完饭弄一弄，也都快八点，也会八点多，然后把碗盘放进洗碗机洗，对不对？也是一点时间。但放洗碗机也就是五分钟、十分钟就弄好了。哎，好了，总之呢，所以虽然以后我们的表定可能都是八点，但你可能就是稍微注意一下，可能八点十分前后，哎，才会真的开台。嗯，我不弱，只是变回了普通人，所以原来我现在只是。在血缘诅咒回归普通人的强度了。之前是可能比较，之前觉得看我现在在这个世界应该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了。然后突然一个血月干，一只小怪我要剁好几刀，迟到习惯大家不用解释更多了。哎呀，迟到十分钟五分钟，乃人之常情。干，妈的！我现在实在是，我直接抱怨一件 FB 实况的事情，两件事。这个我觉得讲应该还好。一件事情是我其实很不喜欢 FB 它实况的，就是都把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汇聚在同一个版面上，就是例如说我发文跟我的这个实况，它全部都在同一个首页上。我就觉得很烦，看很乱。但大家可能很少人会主动点进我的粉专，那我会看呢、啊，我会觉得很烦。虽然可能多数人觉得没事，但我觉得很烦。那这件事当然是可以解的、啊。你看 YouTube 他就把他自己的，他就把影片跟社群分类的很好啊。你点进他的频道看他的影片，干他的影片就是放在影片区嘛，然后他的贴文就放在他的贴文区嘛，干不能分一下吗？真的是看了有个觉得很乱很不舒服的。然后还有一件我一定他妈要干掉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之前玩了一款卡牌游戏，叫乌痕圣杯，我之前就开了两次，然后开了两次，他给我的版权 ，FB 给我的版权警告，但我当下只有玩这个游戏而已，他有用 FB 内建的音乐，所以我他妈不可能吃版权，出一定就是这个游戏的音乐嘛，那。但那个游戏他妈的能整，就只是一个新的卡牌游戏，一个很小众的卡牌游戏而已，也他妈要吃我版权，然后我就很不爽，然后反正我就先申诉，而且因为我开两次，所以我吃两只哦，我开两次吃两只，然后我就反正我就跟那个就是工作人员申诉啊，怎么怎么、啊、弄这些，然后那个我后来发现我前几次开台，就是我玩血缘诅咒之前都是。五十个人，然后慢慢降，可能就越开越晚，可能就开始掉，可能三四十人，最后到二十几人这样，啊，这就算正常现象嘛。那最近几次开，干，我最近三次开台吧，全部都是十个人，干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最近开台真的少成这样？就是好，就是我可能开台，但我不知道自己也不是什么大实况，没有那么有魅力，但他突然从五六十个人看台变成十个人，这个雪崩式掉落，我想一次。还好算了，可能今天有什么问题之类的 ，FB 有可能有这种状况。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干我就觉得不对劲了，然后我就跟我的也是跟工作人员说：“我吃了两只警告，会不会有影响？吃了两只版权警告有没有影响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有影响很大。”然后说：“干你娘！我他妈的我没有播就是侵权的东西，然后你就他妈给我两只版权警告，误判的。”然后还要砍我触及率，我真是操你 Facebook 哎、欸！然后今天很明显嘛，就是他说，哦他因为我今天已经消掉了，已经版权消掉了，所以他就说会开始正常回来，他说会渐渐恢复正常，他说会慢慢把这个推波推回来这样，慢慢的。所以我今天看起来哦人数就是比昨天正常多了，我昨前两次开台一次十人。一次两次都是十个人，两次开学诅咒，两次都是十个人，我就傻眼了，妈的，抱怨一下，
超无辜，超级无辜，哎，有一种哇，前两次开台真的是他妈的，啊，之后应该会慢慢好，好，我们重新开场，好，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继续玩《起源诅咒》好，我们上次来到一个据说全游戏最可怕的地方。这边真的算全游戏最阴森的地方了。如果我昨天都喝那个蓝水在那边跑，所以就觉得还行。血月都很硬啊，妈的，怪都超强的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我下来。等一下，我开灯吗 ？OK。没瞄到，靠右。死内啦！我的存在感有这么低吗？我戳他一刀，他也不理我。把林氏花光，把林氏花光光，怪会变烂。DLC 还没打 ，DLC 还没打。哦，这音乐好，等一下我要把我耳机的声音调低一点，我觉得这音乐太可怕了，我不想听那么大声。你们那边会不会太大声？OK， 请梅子狼，感谢 Miano Rose， 感谢你的一百星星斗内，二个都坏坏，哎呦 ，Oh shit！ 那我零四是不是太高啊？但我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可以花零四。入口钥匙超难找，听说这一只可以直接戳是不是？穿不过去。入口钥匙超难找啊！你说上楼这边啊？这我是看，当然是看攻略的、啊。我怎么可能走得过来？当然是看攻略的。怪吗？看这里还有一只，反正它有一只有一个低音。哦，好吗？我这边是不是可以卡门？我是不是有卡门啦？啊！熟悉的门，卑鄙的外乡人，哎看，我好烂，只要打完乌鸦的直线，然后暂时打不太赢啊，那只很强。以我的技术要打赢他，还有一点难度，不如先升一下级。过来啊，过来啊！哎呦，踢着他的尸体！哈哈，试一下，练下枪法。我好烂！有靠！好了，
我好烂哦、喔！失败！哭啊！好了，算了，不练。啊！等一下，别！等一下。我好烂，我的枪板真的好烂哦！我会不会玩完整个血缘诅咒都练不会这个招式？哎，有没有看到你的同伙全部死在这里啊？可怜，小笨狗！哎呦！先不要说我有没有垫步成功上去，光是我枪反要达成可以就是掏他内脏的这个状态，就已经极为困难了。有没有啊？哦，有。我看到你很多土木大鸡的尸体。哈哈！哎呦！哎！我靠！我哥到二招木破来都不会枪反。有一个他妈滴滴答答声，好烦哦！这里狼人那么多，到底他妈怎么玩啊？就是如果不卡位的话，不当一个 baby 之外乡人的话，Hello， 喊出来啊，马德！都绕成这样了，好饿哦，好烦哦，压力好大啊！听到声音，这是塌塌的声音。哦，看大小。哦，看到。我怕他。哇，吸脑怪，声音要调小一点吗？你是说你听的，你们觉得那个游戏声音太大吗？你们觉得声音太大，我可以调。等我一下，我先找一个看起来比较安全一点的地方。已经看起来不太安全。这附近楼下都没有大门之类的。觉得可以再大一点。啊，你们听还好，你们听没事就好，因为我这边是我自己已经调小声一点，但是我自己听起来还 OK。哦，好烦哦，压力好大。好啦，没办法，带走，来去单挑那一只。他妈的，干老死！哦，这么快！等一下，
哇 ，Y04。Oh shit！ 还我！干！宇宙眼睛守护者，你他妈的压力也太大了吧！音高角，音高角落。哦，只通回来而已，没事。啊？啊，这边就一个回廊这样啊，这边就一个内侧走廊。哎、欸，这边就这样，好。蓝色药水是还有啦，零四这不就有地方花了吗？干，不是这样花的。哎、欸，古神的智慧是干嘛的、啊？增哦，也是增加零四用的。OK。那什么什么徽章？哎、欸，还在这。圣歌团成员的徽章，他们是治愈教会的精英哦。圣歌团是他们的精英，对，代表真实的宇宙。圣歌团非常偶然的，而且意外地有所动，立于此处，双脚紧贴大地。哎，但宇宙可能离我们非常之近，或许就在我们头上不远处。圣歌团就是也是治愈教会的成员，这样。我的部队。应该也是一只。哎、欸、哎，别、欸欸、跑，起来！哎呦，干你娘！我真的，我靠！我怎么会？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你他妈的！你他妈的！哎、欸！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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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喂！3万块！3万块！价值3万块！404就送他、啊，外3万块我比较气。电池换一下，敢不行啊？那个3万块我拿回来。效果还有多久？感受不到我的位置啊！啊，干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别，我们好说话，好说话。操！
104可以买到很超越一万块的东西，真的假的？我听不到我的吧？哎，屁啦！没了，他妈都看得一清二楚是怎样？哎，我不行了，我怕了，我怕了，是我输了，好不好？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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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完我回家。我的压力真的是顶不住。哇，花了一堆蓝色药水。蓝色药水买得到吗？很贵，哦，零四商店有。可以啊，稍微花一点。反正我也不用啥对吧？哎呦，啊，直接买啊，怀疑啊。Yes， 我的零四降下去了。540。拿针丢爆拐杖。梦境边界有点简单，能加 10% 血符文。我觉得这边都打了一段了，啊，所以我打的还超级慢。我已经打了一段了，我觉得应该再试一下吗？我觉得至少这边的怪我看过。比较好熟悉，哎，哪一个？看我比较不陌生啦，我觉得这边怪。啊，这个还能看到头蜘蛛干，超恶！我看到帕奇，我真的那个大概背对我还好，哦，他那时候一爬起来，恐我真是。鸡皮疙瘩爬起来，他那，我整个毛都竖起来，超热！我干，我的 PS4 真的超热，直接在这边暖暖包。好了，我加8大剑，这游戏也是加10。好，靠背哦，别气！啊！是呢，每周找不到路，出来挑啊！
好啦，我们这边再从头来过吧，一只一只处理就好。马上来两只。我怎么用卑鄙战术还太丑了，太丑了！妈的！我快被他隔墙打死了！靠卑哦，他卑鄙，我也卑鄙。大家都卑鄙。用刺的比较好，是不是？欸，有点道理。这边真是刷狼人呢，而且掉落物其实没败。出来啊！笨，笨狗！拜拜。最可怕的是王室情况很简单，但也可能是本身最难的王。所以是情况是最难的王，是那种要枪反的，是不是？好摇。这只无限生啊，我他妈才不信嘞！再见再见啦，过来啦！我这这么远，等一下，过来。好，不能枪反，单纯打节奏。打节奏我还行啊，只狼玩过的。妈的嘞！门怎么门？外面那个门不能开啊！开过啦。看是否打得稳，干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哦，干，我来啊！我操！
这边他妈的一只小怪要打了我好几张，烦死！过来啊，过来！恨这只怪，到底！干，这边是会有狼人蹦出来，喝个水。我猜一定会有狼人破窗，妈的，不然怎么那么多东西？哇！这沿路吸了脑髓了，恭喜罹患 PTSD， 谢谢。啊，好烦啊！压力好大、啊。我绕了一圈下来，怪怪的。My gosh！ 哦，不对，后面有声音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不止他，看，干，我真的是他妈还好我。我够懂他妈宫崎英高，你看第二只，操你妈逼！是不是因为我懂宫崎英高嘛？我刚就觉得那一只怎么可能乖乖站在那边？那一只一定只是诱饵啊！再见再见，我爱零死。哦，好烦哦！哦，孤儿院的钥匙。干！别闹！这里看起来超可怕，为什么会有一个东西在那？先去开外面的门。门可以开了吧 ？OK， 捷径。Yes。Yes。不是捷径哦，这里是捷径了吧？No， 怪怪的，怪怪的。
怪怪的，怪怪的。超过最鸡巴的家伙，记得跟我们报备一下最讨厌的怪排行榜。啊、哦、！What the？ 一只是往下走就到灯了。哦，刚刚那边人。奇怪造型那边可以探索一下。哦，那边是灯，是不是？干，虽然我知道这边怪都被我杀光了，但我还是。一楼那个是灯，二楼是造型。这边没东西。哦，就这个姿势而已。好。OK。来，这边看到楼下那一只。赞美月亮。这个姿势之后会用到。黑魂赞美太阳，就是赞美月亮。嗯，灯在哪？你往前探索。洗脑哥排名第三。哎，这里是我来的地方吗 ？Yes， OK， 我回到原点了。哎，只是奇怪了，就。那这边不是应该是火点？哎、欸，对啊，这边是火点。哎、欸，奇怪，为什么我刚找半天？哦，我从来不知道我后面还有人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后面有人呢、啊。我刚才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那边怪怪的？啊，原来。Well, what is?Very well, let me. 好了，三十，快要三十体，三十血，三十力，应该还算成型了吧？哦，干，我觉得我玩这个游戏玩太久了，我现在手腕都有点痛。干。换回原装，这套好丑，够帅。还是喜欢我这个猎人服。这游戏的仿装感觉穿起来都差不多。幻痛，干我这块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玩游戏玩久，然后每天用电脑在那边工作，真的是手的块有点痛。刚这一整间房间真是压力有点大。装备是拿来抗增加抗性那一类为主。
音高爱的痕迹。你知道也是谁的小啊？花 ，OK。OK。大丈夫。問題ない。哦。OK。原来我到王房了。神圣使者，神圣使者是哪一只？看看看看看靠腰！奇怪，哪一只是神圣使者？靠腰。好像有默默打到神圣使者。哎，这只没有血，碎啦，就是你。哦，哇哇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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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大，你好大。看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莫名的杀了一只王，这一只应该是这游戏最弱的王吧？我觉得这一只，这一只比巫婆还弱哎、欸！我才喝了两瓶水吧，它是前菜。OK， 因为你知道它弱图示才很好打。打眼赚一些回人，买一买水，对啊，水有点少。我把身上的这些吃一吃好了，稍微吃一点。等一下，拿来买水。Very well, let me. 好，这一只还有两只王，这边有两只王。啊，刚才没有东西没捡，没事，反正我本来就还要再过去一次。啊，名花花园。窗户旁边可以打破，有路。
但真的是有外星人，好有趣的设定。这个啊，呜、嗨，我先看一下这边，揭露圣歌团的秘密。这边应该就都一样的区域，觉得这边就 BOSS 房嘛，没特别的变化，是一个 BOSS。OK， 瑟瑟主教主的场地，瑟瑟教主是那只白羊。哦，哇靠！这个地图设计连通了起来，干！我真的是觉得音高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刚那边讲话没注意到，音高很会地图设计耶，好酷哦！感谢塔纳卡坤的100颗星星，阿鲁卡多！感谢你一喵喵喵！喵喵喵喵喵！哇，哎呦，呜、哦，这种龟派气功，以我的理解都是闪一下比较好。那只是潜在被废到被玩家说没资格当王，干他真的、啊？那只是真的没资格当王，太废了。我刚打完都怀疑我有没有打，我这只真的是王吗 ？OK。叫一个人来看看，里面那只不简单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玩血缘诅咒之后就变成卑鄙的外乡人了。这是谁？哎，又是学者，达米安。来，出来打一场。不用打吗？哎，他不是王。我要打他吗？他也不跟进来，打下去。OK。好丑！救我，达米安！他一脸就若图似的脸。好痛！
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撑住，唐人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干！哦，他刚体他，我可以正脸爆他那一仗。